十年究竟有多长，对于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来说，110年是从南京辗转到广州的距离，是从中国辐射到世界的跨度，更是从百废待兴到桃李天下的更替。在这百又十年的岁月长河里，暨南大学伴随着祖国和民族命运的沉浮，筚路蓝缕，更多侨教，情系家国，薪火相传，谱写了一曲中国华侨高等教育的世纪壮歌。驶向辉煌，硕南暨，声教气于四海，肩负着传播中华文化使命。暨南大学犹如一艘真船，在上个世纪初叶扬帆起航。1906年，由时任两江总督端方提议，清政府于南京创办暨南学堂，迎来了来自南洋的21名华侨学子，开启了中国华侨教育的先河。学堂后迁上海，1927年升格为国立暨南大学，一时名师荟萃，享誉四海。抗战起，迁往福建建阳。1958年在广州重建。110年，世事沧桑，国祚树根。暨南大学也经历了三落三起，五度波迁。无论是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和平发展的时期，暨南之州始终以磐石三包一样的信念，以凤凰涅槃那般的坚韧，百折不挠，奋勇前行，一步步驶向辉煌。暨南大学具有110年悠久历史的一个侨校，立校之初呢，就是为侨服务，无教舍，惜侨情，100多年来这么一个名校，那么一个侨校著称。2006年以来呢，这个发展的更快。在这一阶段，就是除了我们的传统的侨校做得更好之外，再着眼于建一个名校。百年盛名，历经百又十年的积淀，今天的暨南大学已发展成为一所实力雄厚的国家重点建设综合性大学，以其卓越办学成就和国际化特色而扬名中外。学校已形成3地5校区的立体办学格局，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新十年办学成果实现全新跨越。学校坚持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的办学方针，进一步彰显国际化的办学特色。暨南大学的国际范儿与世界影响进一步彰显。暨大呢，一定会在若干学科领域取得重要的成就，学校的整体水平、整体能力、办学质量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在未来暨大一定会取得优异的成绩。110年又是一个新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上，那么暨南大学呢就会向更高的目标进发，我们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2015年7月，暨南大学入选广东省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高校。面对这一重要的历史机遇，暨南大学正以国家和民族需求为导引，嵌入国家为侨服务与地方创新驱动战略体系，全力提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水平，在迈向高水平与双一流大学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形成卓越的海内外声誉。精英荟萃，
在暨南园里，一代代的优秀教师就像牵动航船破浪前行的风帆，构成一页页标杆，为暨南之州蓄满能量。何炳松、郑振铎、潘旭伦、朱杰晴、陈乐素、黄德宏等名师硕儒都曾先后在这里执教，为大学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我应该是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最早到这里的教师，学生都是从海外回来的，那个时候就像是一个小家，现在就像一个大家。当老师的人就是能够把学生教好，学生能够成才，就是我们最大的快乐。一个学校要办好，关键问题是要聚集人才，要构建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有利于各种人才都能够在这里面健康成长。如今的暨南大学，学科齐全，学术繁盛，名师荟萃。仅仅是在入列广东省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高校的第一年里，暨南大学国家级师资人才新增60人次，省级人才增加51人，名师团队增量显著。在这里，传统优势文科体系里积攒起众多优秀社会科学家，新启动的工科振兴计划引来了院士与各类高端人才一起添砖加码，新设10学院，凝聚起学科带头人群体。高水平大学建设更是打造出13高峰学科组团，而双百英才与千人影制的内培外引效果才刚刚铺开显现，未来令人期待。教泽八方，10春秋过去了，暨南园里已经走出了近30万毕业生，这些来自世界五大洲160多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学子们，学成于暨南，贡献于当地，建树海内外，为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与合作搭建桥梁和纽带，展现出世界暨南人独有的风范。今天有将近100国家和地区的13000多名学生在暨南大学里面求学，他们原先所接受的教育程度不一样，他们来到暨南大学以后呢，他们必须以一个标准走出社会，要把他们培养成才。我们根据不同的学生，我们给他们设置的不同的培养方案，专门给他们定制的不同的教材，开发的不同的教材，不同的专业的老师，保证他们都能够顺利的毕业。我们能够更细化一点，能够更有针对性的一点，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的需求，培养社会适用的人才。暨大的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开放，我个人认为暨大的这4还有后面的3的研究生学习，其实对我后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暨南大学的毕业生现在已经遍布整个印尼，现在成为推广华文教育、传承中国文化的主力军。和而不同，兼容并包，中外融通，是暨南文化特有的质感。在这里，从全国独创的轻声训练营开启，所有暨南人都能充分地感受到中国最缤纷的大学生活。暨南大学是一所具有国际性特色的综合大学，除了报考我们暨南园的一些侨生或者是港澳台学生以外呢，每年都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交流生。暨南大学给予我未来更多的可能性，我很庆幸也很荣幸我是暨南大学的一份子。国际土风舞大赛
中国文化节、国际美食节等文化活动品牌从暨南远走出，频频亮相于国内外舞台，赢在创新、微创空间、创业文化节等科技创新活动，引导学子们圆梦双创平台。我就非常希望暨南大学呢，能用它已经有的这么良好的基础，这两岸三地的交流中间，采取一个比较主动的，做一个火车头的作用。在和而不同的暨南气息里，中外学子朝夕相处，合作友爱，共同支撑起世界文化聚暨南、中华文化播四海的暨南文化景观。激情中华。暨南大学是沟通中国同埋世界的桥梁，只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我哋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哋暨南人。暨南大学是我们漂泊在外的华人找到的一艘大船，让我们重新找到文化的根，回到中华文化的港湾。哪里有海水，哪里记住这个暨南人之家。暨大的学生的家庭情况的这个家，是超越了这个960万平方公里，它是跨越跨出国门的。无论走到哪儿，你都能够见到咱们暨南人。暨南大学我爱你，暨南大学我爱你，我绝不会不伤害 JNU。 I'm a VP and I'm a JNU Asante sana Hello JNU And you today JNU。今日之暨南，恪守弘教则而系侨情之办学宗旨，力建忠信笃敬之校训，正向着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目标阔步迈进。在播扬中华文化的航程上，它已行百又十年，创造了独有的风貌和灿烂的历史。新时期的暨南承载着光荣与梦想，发百年之机运，不断砥砺新征程。暨南之舟，不忘初心，激荡万里，扬帆为中华。